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我今天跟你妈吵架了。那你顶嘴了没有啊？顶了。我知道她是长辈，我不应该跟她顶嘴。可是她今天真的太……那你吵赢没有啊？啊？我问你吵赢没有？没有。你啥也不是，她一个50岁的中年大妈，你一个20多的小姑娘，你连她都没吵过，你的词汇量不比她多吗？不是，主要当时情绪一上来，脑子一下短路了。没发挥好，没吵过。你呀、啊，平时就不好好锻炼，一到战场上就吃亏。下次你再跟他吵架，你直接戳他痛点啊！首先啊，你得掀翻旧账。你像坐月子不伺候你，生孩子不帮你带，还不给你钱花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也是女人，她也是女人，不行啊！你把我奶找开，你们一块吵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下次你一定要赢，听明白没？明白了。走，回家。